来了，那道菜硬是矮得很哦。在职工，万物皆可火爆，真就来做一个火爆鱼肚，香辣脆爽，结果还真是一道好菜。薄荷的莴笋切成四瓣，再切成菱形，只将剥开，切成节节，青椒、大葱切麻耳朵，小米辣也切麻耳朵，配菜放一起，方便调味，和一锅成菜。鱼肚加啤酒、醋，抓洗一分钟去腥，再冲洗干净，挤掉多余水分。老规矩，快炒菜先调味，配菜加盐巴、鸡精、味精、白糖、晒醋、水淀粉。鱼肚加毛毛盐、鸡精、味精、马云。鱼肚本身就很脆，不需要怎么处理。大料粉、姜蒜末，多来点泡椒，炒点豆瓣酱，小米辣碎、青花椒。把锅烧到冒青烟，先置锅，防止粘锅。加菜籽油、泡椒油，一点点猪油，入头油温下鱼肚，翻炒几下，火一定要大。加入辅料，再翻炒十来勺。最后加点花椒油，起锅装盘。这道香脆可口的火爆鱼肚就给大家做好了，做法简单，鲜香麻辣，爽脆又入味，一口一个，越吃越香。没懂你想吃啥子，记得告诉我，我来给你做。